块啦，只能买六块，买一千块，现在一千块了，一千块了，一千块了，一千了，两百两百一千了，买两一千块块，一千了，一千了，买了一千块了，一千了，一千块过来了，一千块过来了，这是盖卖，这是盖的。不要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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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块一千块，还八百八了，五百了啦，三百又来五百块啦，三百哎，哦哦哦，歪了，你也看卖歪了哈，啊你唔听这，都无人看，都无人听呢，五百块无人要听哦，小心啦，那会插掉，无人要听，我就感谢阿弥陀佛，谢谢，感谢你了，无啊啦，五百块。哦，几千块。哇，这手。大家人去。大家人去啊！这三百 OK， 五百块唔敢吃。五百。感觉收贵的野手。有无？未感觉收贵的野手。五六野手未贵啦。多好。无伊野手叫我骂。哈哈。加野手。收个手。单四只五百个手，你单只要一百个手，再这慢慢去走来。我再问问下，你三百五百什么？你三只五百块，这三千五百块，三只 OK 五百块，唔敢吃。干那只要三百，你就抬不着啊！卖讲三百五百块啦，还讲着啥嘞？火车过了，你才在吹哔哔。来，快点，稍微。还够五百先卖了。嗯，应该还没有。够五百。你三只过来五百块。好像还要。五百不能卖。五百一个。五百两个。五点半吧，我觉得。OK， 你稍微五百块不能卖哦。不能卖，谢谢感谢。哎，无你叫一声，讲话来，樱花路啦。哎，樱花路啊，樱花路啊，樱花路啊。我食樱花路个几年啦，我花太无人个，我死个。哦，你拢了，你种物件安怎卖都袂赚钱，你去我问看卖啦。樱花路即要抬起来偌济？樱花路是鲈鱼内底单价最高上贵个一个啦，差个。你一尾抬起来无三百，真正无得买啦。这两尾开六百、五百块，现在五百块了，五百了。少一个，这尾过来五百块、五百块了。五百有人买无？五百块、三百、五百。五百。可能，你五百、三百、五百，老贵，这三百、五百有人买。卖五百块，现在五百块。四百了，五百了。我叫三个啦。来，我现在五百块了。黄鱼现在一斤了，一斤称三百了。这我这多看到一斤了，恁卖上来贵啊，收三百，恁两百、两百、三百、九百了，现在呢五百块了啦。五百，四斤五百有人买，五百块五百块。黄鱼够两千吗？打死吗？三斤了，这么贵了。五百块啊！我喂五百。我不是嘛，这边过来。黄鱼现在五百。啊，喂五百，一块无够一百块。哎呀，五百块了，了少你再去看卖。两块、三块、四块、五块、六块来五百块。哦，了少了少，黄鱼现在五百块，五百块，六条。好嘅，谢谢，感谢你啦。啊，一块了，
两尾又来，三尾又来了，四尾又来，五尾又来了，搁一个人给六只500块了。六只。现在500块了，黄鱼够了嘛？不要不要。还够500了，500，两尾500块了。啊，加加过来嘿，加过去，加过去。你先过来。来。谢谢。还500块了没？黄鱼。黄鱼500不敢吃。啊，水都搁袂新鲜老好。我哩只哦，当时哦，我实在是愈做愈懒。这物件我包先卖，6500块。6500块。你看我阿弟，租金拢纳落啊哩，你卖啊哩，我嘛一个月我做做，阿哥会买做啊。阿哥会来买，阿哥要买来第五次买啦。快来啊！我爆了，无人来哦，无人真正无人来哦，收起哦。还搁一箱用过来，鳟鱼，有人要食鳟鱼的无？有人要食鳟鱼的无啦？哈！大眼睛那么大，这里哦，大的，花枝来500块。哦，这一斤三厘啊，这三尾放起来就500，四尾就500块啦。五枝给你500块啦，我给你，我不信你买尾了，500块。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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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哇，这不是花莲鸡呢？有人来捧个。青鱼下面在那青鱼有人来无啦？青鱼来200条，一尾、两尾、三尾来200块，三尾200，来四只200块，来五只200块。好，这边过来，这边200，六只青鱼呗。超过35岁爱食青鱼啊！我连刚桥都要出门，行路出门会胖见，我跟你讲哦。200块尔，只买30块，无人要吃。啊，恁这实在是哦，哎。你这个小尾放啥个？对哦，一斤三十斤啊，超市一斤也袂百二啦，这2块二啊二啊，3块3啊，300块就好了啦。来啦。4盒300块，300块有200吗？4盒300，4盒100。够两百吗？300块，还有没有人要？300块，三百。我就听恁讲啊，我爱在卖啥，卖这也卖，卖那也卖。我就听恁用讲有啥物，帅鱼啊，还够帅鱼，帅鱼先卖啦。清蒸鳕鱼、豆酥鳕鱼，下面就帅鱼，500块了，两袋。叫一片哦。无啊啦，没料啊。3袋500块了，买了4袋又来500块了。4袋五百。大约这个还有2包。这包多少卖？我爸，买啊，吃点。两下就去啊！乖呀啦，乖呀，乖呀，乖话没听过。哇，唔会啦，阿门目前唔讲。好尼罗啦。好尼罗，哎，对袂，讲对啦。阿门，哇，唔会。哇啦，阿讲，阿唔讲，阿是要安怎叫来判断？阿尼罗鱼啊，死啊！你看好啦，200块啦。啊，200块，200块啦。
百块。不能刮下来了。两百，两百。不能刮下来，四位两百块了。茶会买的。茶会三百，你敢不会？出夜工，一百，一百块。大哥，就是啊。咸鱼啊，咸鱼啊，咸鱼啊，龙虾。这是一百块了，三百一百块。三百一百，来一百块来吧，那这边买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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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啊！好的。谁啊？什么物件？花一届，你若也莫花，你若乖乖，我乖花，真正我要气死啊！去到后都中风啊，三个人客无啊啦，一工啊只六尾尔无啊啦，现在一人买两尾啦，这一尾干哪要抬啊？你叫我碰看卖啦，莫讲只尾大尾啦，你讲大细尾照干两个重量差，三个重量差不多啦，干哪只尾了，咱讲只尾了啦，只尾照碰哦，我只尾碰起啊，只尾抬起来无八百，你听有几多人花啦？你这用过抬起来无八百，几多人花啦？一尾八百，两尾都开千六，三个人客唔免啊，唔免千六千五，免啦，一千块千万一千块了。鹰钩鱼，我们吃无？鹰钩鱼，鹰钩鱼这水无人，无人爱，我嘛得，千哦，像你伫边遐无？呀，千你是，两尾一千块啊，还两尾八百什么？八百尔呢？你两条，五百块就。五百块，五百块，五百块。好，再给我。哇，哇，好钱。像买无着，去社会上。哈哈哈！这么上高水的。七星炉啊！你家七星炉呀？来。有人问无？有啦吼，什么意思？两百块。哇，你烦不烦啊？花枝条够有人买吗？哇，你烦不？一百块，三盒一百块。你烦不烦？啊？花枝条够有人买吗？讲几次？一百块，三盒一百块。讲几次？好了。三盒一百块，还第二个钱。还够两个花枝条了，飞机条了。最后两个来一百块，有人买不？啊，最后一个，佫剩一百了。来，佫一声。你要不要来现场讲？我不要来现场讲，来现场，来现场。这金龙啊，这拢用钓的，这乌鸡啊，金龙啊，这拢用钓的啦。无聊死。哎呀，这海螺啊，这海，你啊讲个水母啦，这大尾啦，这尾太低无，像这尾太低，二啊五啦，是用两尾啦，两尾五百块啦，这两尾五百块啦，这个老主钓四千块了，两尾五百啦，是用三尾五百块啦，现在五百块啦，五百了啦，啊四尾五百，四尾五百啦，五百块了啦，五百块。哎呀，伊两两尾正来该吃。不是嘛？不是嘛？不是。五百了啦。不是啦。五百块。不是啦。好吃诶。五百。重的呢，看袂出吗？三百三百，
免吃免吃，那个全部蛋头就全部拢咱的。搁一声。他连续讲一个礼拜。搁一声。他连续讲一个礼拜。不会吃物件。多无聊。我讲话啦。用的。他也不是卖鱼的。他什么都不懂，外行人教内行的，他一直吹这样吹这样，烦死了。哎，要吃啥？没有，我就要流水，我就看他怎么讲。吃啥？无聊死的重点，我就故意要骂他，我就流水骂他。好多吧，有人来无？好多个钱，好多个价钱。快杀！这是什么？酒楼啊！你今天谁到啊？在想打。啥？哎呀，你们装啊？哎，你们装啊？你看一下，来吧。那也不敢讲什么，那也不敢讲什么啊。那年来买过，然后说人家不新鲜，那你没什么证据啊，我就不懂。那我来买过吗？没有啊。他就只在那边看一下，说那边不够便宜啊，不新鲜，没有鱼。哦。尊女。不要这么。什么事情都做不了，没有能力直接上来讲一些有的没有的。我是讨厌这种没有能力的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可以回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，去找公园也好啊，去安抚你家人也好，不要来上来讲这些无意义的话。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在你旁边一直碎碎念，你不会觉得很烦吗？三人客200，像啊，六三人客200块，就在卖彩券，然后就有人说，他去彩券嘛，你就写大家好看啊，你看那些人要买，你那看有乱乱啊，人就看到无想要买啊，啊你也有，你还不大声啊，还要无大声来打你，这是卖啥？两百，你觉得？哦，你是谁啊？你烦不烦啊？200块有没有人要？我只是比个喻，比喻一下，如果你在工作，你在卖菜或卖什么东西的时候，记得这种店员是最那个啊，你就是爱安怎用啊？我你安尼无用，你安尼直接看遐就是袂使。哦，你是啊，我无想要来你讲，但是你每个人都会觉得很烦，都会生气。你晒不会的。啊！晒，我晒了没有晒？不一样，我来晒，我。
痛。你也血痛啊？还血痛起来？大便。我说那干嘛的？比赛啊。我说那刚干嘛的啦？怎么了？为什么比赛？那我干嘛？我说你那个本来要干嘛的啦？娃娃而已啊。200还有5粒去啊，打个比赛200去啊，打个比赛200块，这样